山，朝霞铺满了半边天，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，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、穿这红格的衬衫多么好看啊啊啊啊啊啊，制服裤子是学生蓝，那漆黑的头发两个小辫，这绿帆布的书包挎在身边呐、那张老汉是青布裤子白布褂，是那边的夹鞋在脚上穿，他身体健康黑红的脸，他挑着个担子走在前呐、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窄，那当不见宽，要不搁上簪儿它也不弯，要搁上了簪儿是两头颤，那当不见颠，分量再重也不压肩哦，哎哎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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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行李单，他一气儿走了有十几里，那桂兰要接扁担，让爹爹歇会儿抽袋烟，这老汉说担子我怕你挑不动啊，担心孩子你把路走偏呐、那桂兰说那千斤的重担我能挑起呀，光明大道永向前，这个绕口令顺嘴流，字斟句俏有要求，唇齿绕舌舌绕口，是攀土绕翘字不丢。我说的是什么上山直妞妞，什么下山乱点头，什么有头无有尾，这个什么有尾无有头，什么有腿家中坐，什么无腿有九州，
赵州桥什么人修，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，什么人骑驴桥上走，什么人推车压道沟，什么人主道桥头站，什么人勒马看春秋，这什么人白什么人黑，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，什么圆圆在天边，这什么圆圆在眼前，什么圆圆长街卖，什么圆圆到两边，什么开花节节高，什么开花弯着个腰，什么开花无人见，是什么开花一嘴毛，什么鸟穿青又穿白，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，这个什么鸟身披十样锦，什么鸟身穿麻布口袋，双扇门单扇开，我自己出题自己猜，小车子上山直扭扭，这金鸡下山乱点头，蛤蟆有头无有尾，是蝎子有尾无有头，这板凳有腿家中坐，粮船无腿有九州，赵州桥李春修，玉石的栏杆圣人流，张国老骑驴桥上走，柴王爷推车压道沟，周仓主刀桥头站，是关公勒马看春秋，这罗成白竟得黑，张飞的胡子一大堆，月亮圆圆在天边，那眼镜圆圆在眼前，烧饼圆圆长街卖，车轱辘圆圆到两边，芝麻开花节节高，烟花开花弯着个腰，仓子开花无人见，是玉米开花一嘴毛，喜鹊穿青又穿白，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，那个野鸡身披十样锦，鹌鹑身披麻布口袋，说出西门走七步，十块这个鸡皮补皮裤，这个是鸡皮呀补皮裤，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，说出南门往正南，有一个面铺子面冲南，面铺子上边挂着蓝布棉门帘，摘了蓝布棉门帘呐、啊，瞧了瞧，南门外的面铺面冲南，挂上了蓝布棉门帘，我这瞧了瞧啊，南门外的面铺还是面冲南。说接着窗户撕字纸，不知这个字纸多少字，字纸里边包着细银丝，细银丝上趴着4444只似死似不死的小死狮子皮儿。说山前住这个眼圆眼，山后边住这个眼眼圆，二人山前来比眼，也不知是眼圆眼比眼眼圆的眼圆，还是眼眼圆比眼圆眼的圆眼。说山前住这个催粗腿，山后边住这个催腿粗，二人山前来比腿，也不知是催粗腿比催腿粗的腿粗，还是催腿粗比催粗腿的粗腿。说大老美他的未练嘴，为防那个名嘴跑断腿，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，在闸北有一个催碎嘴，俩人挑战大老美，他们用绕口令来 PK。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，这个转完了砖堆钻砖堆，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呀、啊，发灰会发黑，这个大老美心眼鬼，他说了个花长虫爱钻灰砖堆，灰砖堆堆着黑化肥，黑化肥灰发发灰会发黑，花长虫钻了一身灰，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。催碎嘴一听直皱眉，催碎嘴一听直咧嘴，催碎嘴夸大老美的嘴比催嘴碎的嘴碎，催嘴碎夸大老美的嘴比催碎嘴的碎嘴，这个大老美心里特别美，他继续走遍了大江南河北，他走的是湖北河北川北陕北肃北皖北浙北贡北苏北和闸北去访名嘴。说一二三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六五四啊三二一，这个五四三二一啊，四三二一三二一啊，二一一啊，一个一，一棵树结了七样果，结的是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，这是一段绕口令，我唱的不好，请您多把意见提，我努力再学习。咱们再说一条喜剧成语，叫长龙夹婿。这条成语出在什么时期呢？出在春秋时期。什么地点？就是咸阳。咸阳是秦国的国都，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咸阳。秦穆公有一位女儿叫弄玉，这个弄玉呀，人长得漂亮，心灵手巧，有才学，并且还有艺术细胞。怎么呢？他善吹笙。他这个吹笙啊，那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白天吹晚上吹，走道的时候他也吹，睡觉他抱着笙，做梦他还吹。你说这痴迷到什么程度吧？
单比这天晚上，这个弄玉吹到半夜，有点累了，也困了，他抱着声迷迷糊糊，哎，就睡着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怎么就听这个外边腾楞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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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阵的响动？这个弄玉顺身这么一看，今天晚上皓月当空，照入白昼，就见窗外的天上腾楞楞楞楞楞楞飞来了一只彩凤，这只彩凤就落到了窗前。哎，这爪子就探在了窗台上，探着头往这个屋里看。弄玉这么一看，这个彩凤的背上端坐着一位帅哥，年轻的小伙。这个年轻小伙手里边啊拿着一只箫。这小伙就说了话了：“你是弄玉公主吗？”弄玉说：“是啊，我是弄玉，你是谁？”“我呀，告诉你，我叫萧史啊，哎，我住在太华山，听说你吹笙吹得好，所以说呢，今天晚上我要来和你哎合奏一曲，咱们来个笙箫合奏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弄玉一听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太好了。那么咱们吹哪一首曲子呢？哎，咱就吹龙凤呈祥，你看怎么样？好，来。于是两个人一个屋里一个屋外就合奏一曲龙凤呈祥。吹完了这一曲，呵，还要往下吹，又吹了一首百鸟朝凤。吹完了百鸟朝凤，还接着往下吹，吹的是什么呢？江山一片红。吹完这一首还往下吹，好吗？吹起来没头了。就这么吹着吹着，这个小史说了话了：“公主啊，不能再吹了，哎，鸡叫好几遍了，天马上就要亮了，天亮了就不行了，我得趁着这个天不亮赶紧回去，我走了。你记住，为什么我来和你合奏呢？就因为咱俩呀有一段姻缘，你记住，将来咱俩呀哎得拜堂成亲，咱是两口子，所以说呢，哎，我来找你和你合奏啊。哎，那我可走了。”说着那个彩凤一掉头，他愣愣愣愣愣愣翱翔而去。这个弄玉一听，心的话，这是真的吗？他就赶紧从这个床上下来要送这个萧石，但是这一下床不要紧，扑通从床上掉下来了，把他摔醒了。睁眼一看，哦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奇怪，我怎么做了这么个梦呢？现在想来，这个梦境好像是真景一般。此时天光大亮，这个弄玉就来找他爹齐穆公：“爹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。”“啊，儿啊，又做梦了？”“嗯。”“嗨，你每天做梦，这做梦有什么奇怪的？”“不是，嗯，我这个梦和以前它不一样。”“怎么不一样？”“嗯，爹，他是这么一回事情。”啪啪啪给齐穆公讲述一遍。齐穆公一听，心的话，好梦啊，哎，要是真的那可就好了。为什么？我这个姑娘，嘿嘿，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那也是情理之中。为什么？她是公主，一般的看不上。可这是个梦啊，梦岂能当真呢？这个弄玉看出齐穆公的意思来了：“爹，这么的，他不说在太华山住吗？你就打发人到太华山走一趟，问一问，找一找有没有这个人。如果是有的话，把他带进王宫不就得了吗？”“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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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么的。”于是就派出了大臣，带着御林军赶奔太华山。干嘛呢？来找萧史。哎，你说他怎么那么怪？真就找到了那位帅哥，叫萧史。这大臣就告诉他了：“哦，我们王爷让你到王宫去一趟。”萧史说：“行，跟你去吧。”就这样，跟着大臣这才来到王宫见齐穆公。
秦穆公一看萧史，哎呦，帅哥了，太帅了，当时就相中了，这才打发人就把公主弄玉召来。这个弄玉一看萧史，呀，是你啊，是你，好嘛，俩人还都认识。秦穆公一看心里话，你说这不是怪事吗？做梦的事儿，他俩竟然认识。哎，罢了，这就是缘分。我萧史啊，哎，这样吧，既然你和我家女儿有缘，今天是8月15，花好月圆人更圆呢，我看你们两个人就结为百年之好，你意如何呢？萧史说，行啊，哎，我们俩这个缘分早就定了。岳父大人在上，小婿这厢有礼恭候。秦穆公乐得眼睫毛都开了花了，哎呀，贤婿免礼平身，哈哈哈哈，就这么的，当天这一对有情之人就拜堂成亲。那么秦穆公呢，就在王宫之中给他们两个人修造了一座舞台，起名叫凤凰台。这俩人每天呢就在这个舞台上边合奏，哎，笙箫合奏，引来不少的观众围观呢，这才有了那句话，叫什么呢？叫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缘才上凤凰台。哎，就是这个凤凰台。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单表这天的晚上，皓月当空，两个人正在吹奏，怎么就听天上扑棱棱棱棱棱棱棱，咱们这飞来一只彩凤，就落在了弄玉的身旁，往那一呆不动了。紧接着从天上又飞来一条金龙，落在了萧史的身旁，也不动了。这个弄玉就说，这怎么回事？萧史一看乐了，还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是接我来了。我实话告诉你说吧，我不是凡人，我是天上的神呐。哎，这不是来了龙了吗？这个龙要接我，让我骑着它返回天庭。哎，是不是还有一只彩凤吗？这个彩凤是托你的。那你要是不乐意走，那我就自己走。弄玉说，那不行，你走了，我想你怎么办？你走，我也得跟你去，我离不开你。小史说，那可不是吗，我也离不开你呀，可有一样，你爹他同意吗？我找我爹说去。再一看，这个弄玉来找秦穆公，爹，他说这么一回事儿。那个金龙来接他，彩凤来接我，他舍不得我，我也舍不得他。哦，秦穆公说，好，他舍不得你，你也舍不得他，感情你们小两口都舍得了我喽。爹，我们什么时候想你就回来看看你呗，我们常回家看看。好，常回家看看。儿啊，这个女大了就得出嫁呀，这个道理爹明白啊，我不拦着。来，今天晚上我就给你俩送行。你看秦穆公明白人，就在这天晚上就给这小两口送行。单表萧史骑上这条金龙，哎，这个弄玉呢就跨上了彩凤，小两口是腾空而去，这才留下这条成语，叫乘龙佳婿，又叫乘龙快婿。怎么乘龙快婿呢？你想那个龙它能不快吗？哎，这说个笑话。哎，这条成语又叫弄玉吹箫，它出自《骊山记》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啊，自己找了一个好女婿，也用来夸赞别人的女婿好，就这个意思。
君子下阴阴盖着脸谋得花。一世下一季呀，我是风雨之中来为君。虚构绿木棍他